育中学报名的第一日，我就对这间学校有很好的印象。相处累了，我更加觉得入到新育中学是正确的。学校的教职员和我好亲，热情待人，接触过的每一个人，遇到过的每一件事，都会以学生为本，令我感动。有这些好的教师，有良好的校风，仔女是幸福的，能够健康成长，快乐学习，家长是欣慰的。我好感谢每一位精心培育仔女的老师，感谢老师对仔女的引领，孜孜不倦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英的妈妈。之前李英是心育读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很关心她，照顾她。那段时候我都很忙，没时间真的关心女儿。女儿现在在入读了科技大学，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和那些安慰轻松了很多。已经多谢广隆心育中学的校长老师们，多谢大家。时候咧，呢度有个朋友依家读紧中二啦，咁、听佢哋讲话呢间学校都好好嘅，老师又好好啦。我阿哥喺度读紧啦，佢而家读紧中三。咁咧，即系我听佢讲，即系嗱呢度嗰啲老师咧，即系唔不得照教，并且佢可以教你更多嘢。老师系几好嘅。係，同埋佢有咩都，即係我哋做得好，佢都會獎勵我哋。好公平，好公平嘅。你做錯嘢就罰你，你唔做錯嘢獎你。獎勵，有獎勵有罰，獎罰分明。我覺得可能有陣時我哋會聽唔明嗰個英語外籍老師講嘢，咁嗰個中文嘅英文老師就可以幫手翻譯啦。比我哋平時，因為我哋平時講廣東話，並且有時講英文講得唔係太好嘅時候咧，外籍老師就會即係去指導翻我哋嗰啲英文啊，點樣講好啲，點樣講即係講得正啲嗰啲咯。平時。做得好定做得不好啊？咁样老师都会同你讲下，做得好老师自然会称赞啦。咁你做得不好，老师亦都会指出你边边需要改善嘅地方，亦都教咗好多道理，要我哋明白啊咁样咯。即系如果你系唔听话咁讲，咁就系闹啦。咁如果真系一时做得差，会鼓励你，真系唔会一味嘅咁闹。大家相处融唔融洽咧？都好融洽噶，好融洽嘅。有冇欺凌事件嘅咧？咁啊冇事，冇嘅，冇人蝦人嘅，有時都玩下，玩下啫，係咪？玩下。咁個課程又會唔會係太深啊，或者太淺咁樣咧？又會，係自己去明解。O K， 啱你自己程度嘅。係啊。適中，適中，適中。呢段時間有時少，時間 O K。即係有時禮拜五會比較多啲，因為禮拜六日俾你放假，兼假俾你翻去温書嗰啲。即係你都應付到嘅。係應付到。應付到嘅。好啦，我喺 ATEC 嗰度，我學到咗點啊？煮嘢食、烹飪咁樣，去織嘢啊嗰啲嘢啦。即係煮嘢食，我因為本身我就係識煮嘢食嘅，咁咧咁再煮又更加識啦。咁學到啲嘢都多咗，點樣分配嗰啲營養嗰啲嘢。我哋煮嘢食啦，我揀嘢科技同埋生活啊嘛，之後咧嗰陣時煮嘢食咧都幾好玩啊！煮完之後仲可以自己翻拎翻屋企食咯。咁你入咗嚟依間校讀咧，即係你父母會唔會覺得你比較起小學，你會覺得你翻學開心咗定點？會啊，開心好多，開心咗好多。係啊。